前副总统陈建仁今仔日伫一场线顶记者会顶头表示，台湾对四月开始出现英国的阿尔法变种病毒，加即阵正咧流行的印度德尔塔变种病毒，这两种拢是真高传的变种病毒。咱台湾就要赶紧做疫苗，而且要用上较紧的速度摕到疫苗，予更加侪人来做。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在全球92个国家传开，台湾也无法度走险。中研院医师也是前副总统陈建仁表示 ，VOC 高关注变异株传染的力头大，台湾对四月下旬开始出现 Alpha 变种病毒的案例，造成至少13000人确诊，超过500人死亡。陈建仁讲，即阵台湾上要紧的就是爱在短时间内大量取得生产疫苗。冠状病毒呢，它本身是一个 RNA 的病毒，也是一个很容易突变的病毒，所以我们实际上预防接种呢，跟病毒的突变呢，是在做时间的竞赛。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立场上来看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大多数的人得到疫苗接种是重要的。针对媒体报道说，咱国有意向 mRNA 疫苗厂争取授权量产，风声国家卫生研究院买起疫苗二厂，就是在替量产疫苗铺路。国务院院长牛经基否认这个讲法，伊讲二厂主要是提供生物界做动物实验，替其他新型传染病做准备，未负责即届授权量产。也那即阵要搁伫咧评估国内量产的能力。食药署跟经济部的工业局他们联手不久前开一次会，了解目前国内的量产能量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与民争利。所以如果大家努力争取到授权量产，我想我们国院能做就是在技术上面的这个协助，可是不会是在我们自己新建的疫苗二厂会做这个事情。也那国卫医护研究员刘家泽表示，台湾爱积极争取大纲，为中取得 mRNA， 包括加做基质膜送入人体，去产生反应这项关键的技术。中央表示，大纲谈判的过程变化真大，即阵外交人员正积极伫咧牵线。记者闽政联合台台北报道。